什么情况？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你把他们怎么了呀？没怎么，只是时间静止而已。时间？你是鬼吗？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并不是什么鬼，我只是负责维持大家的人生，照着时间线走的。时间使者。时间使者。对不起，我如果不是看到眼前这一切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漫画看多的中二病少年。 你是时间，好。那话说，你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身边？我也不想这样，都是因为你。你以为我想啊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要跟着我？之前宿舍火灾。 我的眼泪滴到你脖子上的玄机，触发了我俩之间的神仆关系。自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当你的内心产生危机感的时候，我就会被瞬移到你的身边，被你召唤。难怪，这几次你出现都是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。但是，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如果你老这样的话，你会造成时空混乱的。少来，你吓唬谁啊你？ 你是时间使者，怎么会让时空错乱？要是刚才我晚来一步的话，那个自行车手就会被撞伤，失去夺得奥运金牌的机会，还有那边那个小男孩，也会因为自行车刹车线断裂，造成失明，失去自信，还有原本充满希望的人生。 虽然我是时间使者，但是我也必须要遵守命运的安排，不能乱改人家的时间线。我还是希望你把玄机交出来，让我销毁它。不行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不能给你。只有销毁这个玄机，才会阻止我们俩之间的牵绊。相信我，这对你我都好。还是不行，我还指望它认祖归宗呢。 除非，既然你是时间使者，又能掌管时间，那你肯定能帮我的。5年前，我因为一场车祸，完全不记得之前的事情了。我很想知道自己是谁，父母在哪儿。如果你能帮我找回之前的身世，我就答应把这个东西给你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呀？ 你都可以预知到他们之后发生的事情，那看看我之前，不是对你来说也很简单吗？奇怪，我怎么还是看不到他的时间线呢？因为我看不到你的时间线。什么意思啊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未来命运的时间线。 但我看不到你呢，之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我帮不了你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吗？你先把玄机交给我，我就告诉你办法。不行，这个东西是我和过去的连接，在我找到身世之前，不能给你。那你好自为之吧。 神奇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嗯，不要吃，嗯，都是我的，不要，不要吃。
除掉了。你怎么在我房间？小希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刚刚看到一只蟑螂。要我进去帮你打吗？不用，我已经打死了。哦，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嗯。这么肮脏的房间，我看应该不止这一只蟑螂吧？你这人有没有礼貌啊？随便进出女生的房间，还弄别人东西。我的眼泪滴到你脖子上的旋即，触发了我俩之间的神父关系。每当你内心产生危机感的时候，我就会瞬移到你身边，被你召唤。是不是我每在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呀？知道了以后就别乱叫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我这个人吧，一向真性情，情感总是藏不住的呀。再加上这个社会又充满了险恶，我已经战战兢兢的。那把玄机给我就好。哎，你干嘛又来这套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如果你能帮我找到绅士，我就把东西给你。我也说过了，你没有时间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时间线，对吗？我知道这个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一直处于安全平和的状态呀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可不想连一个能随便进出我房间的人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叶姑。哇，每次看都觉得好厉害。今天我们不醉不归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？我刚刚不是在台里录节目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节目可是我们台里最火的，而且我今天录完之后，导演还鼓励我说我录得好呢。我觉得我小优的美好时代要到来了。这样我们真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来，喝酒。你在傻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小优啊，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部恐怖片啊？你不是最害怕看恐怖片吗？
过有人陪就不怕了。我可不陪你啊。干嘛？